多謝主席。李慧瓊議員。主席，立法會財政預算案拉布至今已經用了127小時。127小時究竟是什麼的概念呢？如果根據立法會的日曆，在2013-14年立法會年度總共安排了33日的大會，以我們計早上11、晚上10點計算，一日11小時開會時間，我們大概每年預開369小時。即是說單單今次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立法會就用了差不多甚至超過1/3的預計開會時間去處理。拉布議員用盡議事規則的空間，引起公眾注意，向政府施壓，這個是他們說的。不要忘記這個時間已經是主席剪布之後的結果。假如主席不剪布，拉布不知道要拉多久，會不會拉多50小時、100小時，其實大家都沒有辦法估計。主席，無論拉布的議員是否承認拉布是騎劫了整個立法會，癱瘓了立法會的運作，是鐵一般的事實。對於拉布議員來說，這段時間就賺盡了媒介的鏡頭，幾位議員還戴上為民請命的光環，但拉布的代價就是要整個議會全港市民一起去付。而家市民今早我又聽到了，就叫我們這個會做垃圾會。我們批評政府的民望低，我們議員不知道有沒有反省一下，我們的民望同樣都是很低。而家拉布的代價確實是我們全部議員一起承擔，真是 你請客，我們付抄。沒有結束的拉布是反民主的，因為這樣的無止境的辯論是嚴重削弱了議會監察政府的職能。在拉布期間，其實誰最開心呢？可能是官員。立法會的口頭質詢取消了，更加沒有緊急質詢，多個事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為了遷就大會，不是逼在一起，就是要改期，甚至壓縮討論時間。我們議員都知道的，我們因為拉布，我們所有的會集中在星期一、二，我們去到的會、發言到的次數亦都因為要改不同的會而減少了的。所以究竟我們是好像余議員所說是加強了向政府施壓，還是實際呢？其實是削弱了我們本會監察政府的能力呢？我相信公眾是要值得再思考的。而先訂立後審議的法例亦都因為時間的關係被迫流產。而上星期五的財政預算案起碼有6項款項，包括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獎學金計劃資助境外升學、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等等的建議，都因為拉布令預算案未能及時通過而要暫時撤回，未能在新學年裏面推出。主席，令人更加擔心的是，拉布這個戰場已經由立法會的大會全面擴散到去財委會以至其他的小組、公務小組等等，例如一堆一爐在公務小組討論了很多次才能夠結束。又例如新界東北發展前期撥款，亦都因為議員提出大量的動議而遲遲未能在財務委員會裏面表決，令到議程大塞車。主席，拉布除了浪費議會時間，令到議事日程大塞車之外，最令人非常氣憤的就是發動拉布的議員，我認為你們是心裡明白，你們的政治訴求其實是沒有可能透過現在這個拉布去達到的。而現在的拉布只是借題發揮，只是想進一步衝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幾位拉布的議員公開講就有兩個目的，第一就是爭取全民養老金或者是500億的種子基金，第二就是要派錢。這些訴求無論在政治上或道理上都不能夠透過拉布去實現。首先，特區政府不可能輕易屈服於拉布議員的訴求，因為一旦政府是怕議員拉布，而且一見拉布就跪低的話，那其實是不是等於變相鼓勵不同黨派的議員、不同議員都是在議事堂裏面拉布，去爭取自己想要的政策呢？如果政府因為拉布而跪低，政府又要想到時其他議員拉布，政府又怎樣招架呢？所以不可能是順德過程失所宜。所以從政治角度去判斷，特區政府根本不可能見議員拉布就跪低，而且接受他這兩個是政治的訴求。退一步說，就算政府同意考慮議員所說的要求，就是全民養老金這個要求，其實這個議題大家都很明白，在社會上爭議極大，而且暫時真的未有共識，加上相關的研究確實正在開始，如果連委員會都未有結論之前，甚至未提交報告，
就因為議員拉布而冒然決定、冒然答應的話，其實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行為，亦都令人懷疑政府是假諮詢，更加會為日後的施政添煩添亂，令到社會更加永無寧日。主席，我們本會不少的議員都是，特別是拉布的議員，都經常抨擊特區政府各項的施政的不當，但是當特區政府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法，希望應對問題，做一些實事的時候，他們亦都執著一些細節，堅持不放，甚至拉布，務求就拖政府的後腿，令到施政舉步維艱。例如我們大家都有份批評政府起公屋太慢，供應不夠，令到排隊上樓的人士等候很長，而且現在條龍還越排越長。但是當政府提出新界東北發展以增加土地供應，其實議員都很明白，過去開發新市鎮是我們增加土地供應的一個主要的手段，今次來到了，不少的議員又調回轉反對批評政府，甚至拉布阻止，令到我們現在講前期工程都未有辦法如期表決，坦白講，新界東北這個計劃肯定又再進一步被拖遲。又例如我們這個議事堂成日辯論都說，我們現在香港社會向上流動機會不足，我們經常批評特區政府是過分依賴金融地產，希望它是不要再希望它讓到我們的產業多元化，製造更多的機會給我們年輕人向上流動。那今屆政府大家都知道，它一開始其實已經想成立科技局，因為拉布又沒辦法成立，現在再次來希望成立科技局，現在議員有部分議員又說要拉布拉死這個科技局。它那我們又要問了，究竟議員是批評政府之餘，其實是真的想拖政府後腿，還是真的是令到其實是實際是令他議員政府做不到事拖政府後腿呢？我相信這些市民都是見得到的。所以拉布議員大力抨擊政府做不到事，實際上不斷透過不同的形式拖住政府的後腿，最後讓到政府是一事無成，到時又被你們大肆批評政府什麼都做不到。其實市民應該記住這一幕，有一幕政府最後做不到事，我相信阻礙政府施政的議員要負上不可推卸的責任。主席，當然政府亦都必須深思如何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不是只是口講，而且是要用心做，時時做，因為暢順的行政立法關係比任何大計願景都同樣重要。大計願景要落實，就其實都必須得到立法會的同意，而有效的管治不只是行政長官的意志，更加是公務員團隊的努力，還要得到立法會在法例財政上的配合，才能夠達到有效的管治。所以我很希望特區政府都去思考，在推動科技局的同時，或者推動政策的同時，都要將一些心神時間放下去如何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而拉布議員不惜一切去阻撓政府施政，這個是表徵來的。其實議員為何經常都不同意加時，因為我們明白加時只會令到拉布的議員不斷再提出修正案，不斷再提出是各樣的論述去拖延議會時間。所以政治問題都是要政治解決，我希望希望各方都吸取教訓，亦都希望我們日後的行政立法關係可以更加暢。